龙少年就我们别添乱啊。我们是这一趴的飞行嘉宾，来，一起来，往上来。走啦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全不开，让我送他回家。你也曾经没有人一个人转一个人转，我看见林姐唱的看两遍。听说你也曾经没有人一个人转一个人转。这会儿已经唱到第二句了，对，已经唱到第二句了。他最多可以唱几句呢？两句。然后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，我第一个不转了。好。再来。再来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，嗯，半天。你说你，你说你们俩。你说你，你说你们。你说你，你说你，你说你这个人，你说你。来，音乐。棒棒棒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怎样也同样无法自拔。开心吗？你说你开心吗？不会假装潇洒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我不转过来，转过来的一定是你们俩。真的吗？你有这个感觉哈？对，我有这个感觉。这个真难，这太难。这趴怎么样？这太难了。这太难了。来，哇，看着太阳落。哇，你看这像不像阿拉丁神灯？哦，对，像搓出来的那个。哦。哪个阿拉丁？哇，真的像。神灯，然后搓，看这个。搓的烟子。哦，像。哇，像阿拉丁神灯，太阳都要落下去了。他总说只留下电话号码，唱这么多遍，第一句就还是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你怎去愿做成你的神话？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恨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。他俩错了。什么意思？赢了。他俩错了，他俩只差最后一句，他早跳早转回来了一句。不是一个人就一句吗？两句。